在大概10:30也有接到等应急通知，就是在石龙那边有确诊的同仁确诊。那确诊以后，我们依照我们之前有定一个那个同仁确诊的那个处理流程，那目前是请那个卫生局在疫调中。那疫调之后，我们会进行那个该区的那个同仁就是撤离，然后后面会做清消。那清消完就是那个办公区会禁止24小时，然后明天再开放这样。